己甲妈妈真无闲咧包润饼，有诶人款了，有诶人是负责包，有诶人是算数量，因为遮全部都是要包送互小乡诶独居长辈。今年的四周年庆呢，就召集了我们很多的义工，还有我们的长辈一起来这边包春卷，然后包润饼。那下午呢，我们会把所有的润饼呢拿去送给我们服务的长辈，这样子。不过最近菜价是贵到惊人，真侪妈妈都买袂落去。这摆要包200的润饼，需要食材也袂少，亲像各类菜都要10斤，红菜头5斤，青菜200等等。炒面、炒红萝卜，还有高丽菜，还有那个豆子、豆干。加上菜的钱，这费用应该也爱袂少吧？菜价超贵的，我们昨天去菜市场买一颗那个高丽菜要160块。对，超贵的。但是今天所有的菜都是我们菜市场的，有一个菜饭店，对对对，他那个全部都是他捐的这样子。今天除了送爱心包润饼，华山基金会又特别颁发感谢证，要感谢爱心义工甲志工的付出。现在四周年呢，就是在我们在地呢有很多的义工一起来帮忙。那我们今天呢有列出了一个英雄榜，那我们呢在前五名的义工呢，我们有做一个义工英雄的颁奖，那前五名呢？我们今天有做那个荣誉志工的颁奖，还有刚颁发感谢状这样子，然后会后还会有小礼物哦，偷偷告诉你们。虽然菜价贵到惊人，不过业者也是关爱赞助几大项的菜，让这个包润饼送温暖的活动会当继续举办落去，也让沿海的独居长辈会当吃到营养健康的润饼来提早过节。记者吴香平采访报道。